侠女。又去杀陆远了？你不也在调查陆远？果然是同道中人啊！姑娘遇事，除了杀人，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杀人除了给你留下一身的伤痕，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。我只要陆远的命，至死方休。亡命之徒。哎，你这就走啊？你想怎么样？哎，就当渡船的银子了。你还给我。我救了你。那这个就当是草药钱。姑娘倒是会现学现卖啊，不过你那草药可是漫山遍野都是，我这玉可是价值连城。草药是不贵，但是我包扎的手艺千金难买。走了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身上还有伤，怎么还你啊？后会总有期。那你就等着吧。老爷，府上的护院已经备好，只待老爷一声令下，我雪球第一个杀进安北将军府。好，砸了安北将军府，给远儿报仇。走。